高技术包。哎，来一个，我来用。停。大家好，冰冰。阿西。我们到了广东饶平的狮头鹅。狮头寨，你这狮头鹅吃多了吧？啊。狮头寨村。对对对。我们在村子里。这是我们在广东的最后一站了，接下来就要去福建了。有点舍不得呀。广东怎么样？非常好吃。前几天呢，跟一位网友见面了，他知道我们视频有延迟，所以就早早就约了我们。老热情了，哎呀，这真是招架不住啊！带我们吃了当地的官塘兄弟那个牛肉火锅，是会跳动的那个牛肉哦，对，特别特别新鲜，吃了好多好多，哎，巨好吃。然后我吃完那一碗啊，就浑身热的呀，我感觉特别特别滋补，然后还起了好几个痘儿。对对对，对，我呢，我就是平时不吃肉吧。然后可能吃到比较生的部分了，所以就引起了食物中毒，然后吃药了就直吐了。嗯，这两天正在恢复阶段，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，这么美味的食物，我真是啊。是，咱们的冰心帽子又送出一顶。好，冰冰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就出去吃点好的。那我平时是亏待你了？没有没有，外边的没有你的好。这个鸡蛋煮熟了，隔了两夜了，不能爱太久。不能吃的吧，卖了吧。村子里边有好多现在自己正在自建的房子，都很不错。看，这边还在动工呢，这个打地基呢，一栋栋的，像别墅一样。昨天刚刚下过雨，蓝天白云啊。完事后有的还有小湖。哎，但这个地儿呢，我们今天就准备走了，因为隔壁全都是大鹅，早上四五点钟就嘎嘎嘎成群的，一直嘎嘎给我们嘎嘎醒了。小的时候冰冰被鹅拧过，所以它有阴影。我可怕鹅了，它过来是这样的，就直接这个 是飞起来的，然后就过来就奔着你，吓死我了。用那个牙一拧就给你拧一个，我这儿都青了，我可怕鹅了。带大家走走这边，然后我们去那边吃饭。我们停车场斜对面呢就有个大戏台，但现在没唱戏的，上面呢村民们晒的萝卜干之类的吃的。这边呢就是公厕了，男女公厕，里面非常干净。然后再往那边走，那边呢是有个拜拜的地方，加上像初一十五就有那个烧的纸啊，就拜拜。嗯，平时还挺干净，没有。是，这个是晒的什么呢？我想问问大家，豆渣吗？不知道啊，这是能吃的吗？你尝尝。哇，这蓝天白云可漂亮了，冰冰，冰冰可漂亮了。我本来我老黄瓜耍脾气，你就过不去这个梗呢。是，这边都是村民自己盖的房子。哎，我们看看这结构。它是卧室，这边是洗手间呗。嗯，弄得不错。我们将来啊，在这种地方弄一个小房子，自己盖一个，是不是不错？大家估计也有这种想法吧，在一个蓝天白云、风景优美的地方。啊，有一个自己盖的小房子啊，他们在盖呢，那个后面那后院，很大的。像那种自建房，比买的楼房还贵呢。是啊，他得有什么宅基地啊，得有地是吧？地是人家的。嗯。冰冰身后就是狮头寨村啊，可不是狮头鹅啊，狮头寨村出来，这边有党区服务中心，这边有售卖烟火的，快过年了吧？嗯。吃的就在那边，好多吃。庐山干面，肚肉饭。肚还肚肉饭？我要一个面，你要一个饭呀、啊。好的。哇，这个就是肚肉，好爽啊！我来一个肚肉饭吧。不冷吗，小哥？身体真好啊。哦，这是肺是吧？我们的餐好喽。大家看一下，全是海鲜，还有血豆腐、大虾，哇，好爽。哇，这么多海鲜啊！对呀、啊，然后就是干拌面啊、哦。这边你那个肉叫肚肉饭，一大块肚肉，还有个蛋饺，好像是。总共这三碗多少钱？大家猜一下。还有一个汤。对，我要的是免费的汤，免费的汤。还有三个蛋，这蛋是我自己的。哎，你怎么把蛋拿来了？不说坏了吧？那就不吃了。吃了吧，可惜了。兄弟们，哎，来一口。这面不错。大早上就好对了，他家米也不错，嗯，好鲜啊，里面好多牛肉啊。他家这个酸菜不错，这个汤，哦，太烫了、哦，还给放了一个肺片哦，会跳舞的汤。我们每次出发到下一个目的地呢，通常用两种软件，一种呢叫方格下，
另外一个呢叫卧有副驾，去查一下注册地儿。但是我们一般来县城的话呢都是不查的，因为县城非常好停车，物价也非常感人。哎呀，都不查呀，我好痛，你怎么不往头上磕呢？哦，哎，磕坏了，大蛋脚。哎呦，海鲜拌面啊，这个汤里面捞出来好多那种海鲜，还有肉，还有牛肉，好多的肉，好多肉，啊，太划算了，这才30块钱，吃撑的不行了。阿信给车加点水，停在洗手间门口了。这边有个大场地，加完水呢，我们就准备走了，去饶平县的比较中心一点的位置。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呢，放假就经常去一些景区景点，基本都去过。那是在拍视频之前，现在我们拍视频了之后就很少去景点了，就特别喜欢这种原生态的。看蜘蛛，我以前都特别害怕，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，车上偶尔就会爬进来一只，然后拿纸给它包裹着丢出窗外放生。哇，这边是个鱼塘耶。啊，这空气真好。这边这是还有人种的庄稼地呢，这是种的什么菜我都不认识，这是油菜吗？油菜花吗？快满了吗？没有。像我们加满能用几天？大概能用5天到1周不？我用了一身水，每次都会这样基本。这是被我发现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很少去景区，还是挺喜欢县城的，县城啊小镇子啊，这种过别人的生活的感觉，特别轻松自在安逸哈。刚才过来一个大哥过来说，就去看那个这个馆子，说嗯，你们这是就搞什么搞什么？我说哦，加一点水，加一点水。他说哦哦哦，好，可以可以。他说我是这边的书记啊，我看这个车子哦，你们是不是来检查呀？干嘛呀？还没事，可以可以。他好亲民啊，对啊，骑个小电动车，穿个大拖鞋就过来了。嗯，走了，咱们准备出发了，水加好了。哎，哦，挺圆润的。我胖了，吃多了。我现在是又饿又恶心。我们到饶平县的文化中心这儿了，嗯，这边也挺方便的。我们停车的旁边就是一个影剧院，红星影剧院，这绝对有年头了。爱死丁丁，爱死丁丁了。县城中心的楼房就会比较旧一些，这座建筑好漂亮呀。这个是帽子吗？哇，好适合新哥，新哥你试试呗，好可爱哦。哎，像说唱的吗？很像，对，很像。今天不错啊，是风和日丽的。不下午没有课啊，你明天也没有课，你逃学，你那不没有课吗？阿欣还觉得挺好看，然后问人店员卖不卖，店员说不卖，尴尬了。服装店特别多，冰冰非常非常喜欢。我们到县城也可以买到好看的衣服，100元3件啊，而且实惠啊。这边有家宝开的店，冰冰，百亿补贴。新郎新娘之家，这个嫁女儿娶媳妇儿我懂，做外婆出花园是什么意思呢？招妓服装？哦，是少之服装。这家是卖服装的吧？我们进到一个市场了，冰冰不知道要带我们去哪儿，搞得神神秘秘的。这市场里面到处都是年货，快过年了。我们今年过年吃点什么？吃点脑白金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多卖狮头鹅的，是不是狮头在的鹅呀做的鹅肉？原来呀，是这里。最终还是得吃这个东西。点的有点多。这个，我的天哪！两个宝，两个薯条，这怎么都是蒜味呢？你不说吃都快吐了吗？大家爱吃油炸的吗？为什么女性都要吃油炸的呢？女孩也吃。老黄瓜也吃，嗯，男生也爱吃。我订了一个外卖，甘草水果。新哥吃吗？哇，刚才外卖送过来的。我以为你订甜蜜蜜呢，芒果。嗯，嗯，你吃不惯啊？我吃不惯，我还是直接吃吧。嗯，芒果好吃。好多人问新哥什么时候剪视频，他一般都是周六或者周日剪。因为周六周日很多人在外面逛街，我们就不再用公共资源了。你是不是跟大家伙相反啊？差不多，我们是周一周五出动，
那今天就这样了，冰心自由行，伴你好心情，感谢大家点赞关注评论哟。